吃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肚子饿了。嗯。马上开饭。不养人的家。地瓜叶、西葫芦、南瓜。南瓜。米饭。我已经会吃了。嗯，可以吃了。还在吃猪肉。嗯。不想停一下。妈妈今天好可以吃呀、妈妈、我幸福的妈妈一天被她安排的明白的，先啃个鸡爪，搞错了再来吃到了又好像没吃到，啃半天啃了个寂寞。我可不在这里的，越啃越疑惑，这里吃点肉真不容易。谢谢妈妈，我啃完了。吃点不用啃的吧？别看我会吃啊。还是瞎吃着有真实感。看见妈妈啃鸡爪，好像又越有一次。我要去吃一下吧。吃菜吧，吃完再给你吃。被拒绝也没关系，菜也很好吃啊。肉松、海苔。外国，我不很幸福的，那这直播。